记者的采访，请冲击禁忌量，一段刻板的开场，在意义男友和群装，千人一面，万人一腔，凝固的气场，尽情原谅。少女蛋糕房，雕个标准形象，保持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偶像，还我的狂妄，还我的荒唐，打翻青春的鸡汤，管你的脸放不放大。My face, my fingers.